帮我去请一个蛋糕师傅，立刻盖一间厨房去煮。过后你这边立刻盖一个餐厅，我们煮好了打过去吃，快点快点！谢谢大家继续收看《The Sims 4》。今天我的目的呢是要跟那个帕小姐那天认识到的美女小姐，上一集还没看了，记得回去看先。OK， 继续靠腰的人生。欢迎回来，靠腰裸体。这一个就是徐先生的儿子，我们杀了他的老豆，他长大还应该会来报仇啊。他长大还应该是做警察啊，过后查案啊，查到是靠腰杀他的爸爸。顶黑个心，我不要理你的感受先，你跟我过来，柔意小姐，就是那个美女小姐，柔意，你跟我过来啊，今天我要和你洞房啊。OK， 他要求给我拍照，很好很好，然后就亲吻双手，直接来啦。哦 ，OK OK， 有那个了。哦，他想我了。哦，有水了啊，声音开始有水的声音。What？ 调情。说说。Alrighty alrighty， 啊，看到吗？看到腰，靠腰，看到吗？看到靠腰的 better 啦，肉翼小姐小心啊，靠腰！哇，你这样子走是什么意思 ？on 了啦，直接主动来靠腰的房间哦。睡觉那个扑盖贼，你给我醒来，你给我要求约会，去去去，要求约会先丢俩声这个啊。Yelling him， 啊 ，Kangaroo。约会去哪里约会？干，我们不要在我们这个地区约会了，我们去去这一个顶绝，不懂什么嗨。哎，这里是空的。OK， 我们来到了这个地区约会，去哪里约会？公园呐、啊。刚见面当次见面就是要吃豆腐的，女生喜欢你，你吃她的豆腐，她更喜欢你。你人帅哦，做什么东西都是帅的，真的。我的膀胱，我需要小便。这不就是我们一起学麻将，一起喵喵喵喵。哦呦，靠腰要小便了，急到我顶不顺哦。这里的厕所是在哪里呢？看一下靠腰走去哪里。这里有第一次来，这里有第一次来。OK， 这里就是厕所，他应该不会乱跑吧？那个女的今天就要跟着一个妹子发展。坐下了还不坐下，没靠腰哦，你站着也是可以的，一个站一个坐也是 OK 的。那个帮他按摩先啊，我去烤东西给他吃哦。哇哦，加分啊，简直就是，是不是简直就是加分哎。自己吃啊，请他吃 hot dog 热狗啊，更多选择，一直要浪漫了的，深深的看着他的眼睛。哇，吃东西快过我哎。我喜欢主动走过来了，他主动走过来了，哦，静静的看着眼睛，两个在那边装逼哦。约会完成，因为靠腰累了，我觉得要给他回去休息啊，有精神才有精子。OK 啦，回家啦，啊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几点上班？现在是早上7点多，给他睡一会儿，睡到去11点左右，然后就上班，晚上。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、哦！你看到吗？柔意主动打过来想聚一聚，哎，要不要有一点矜持？要不要有一点矜持？忍一忍，啊，放个屁啦！什么年代，直接来，不用怕的，敢敢来，我都没有怕过。其实 The Sims 的小孩哦，他们自然会生的，还是你要自己弄一个的？一见面直接。他送玫瑰给我，热情质问哦。嗯，来，哦哟，OK， all right， 邀请过夜先 ，on 先 ，OK， 他 on 了，他 on 了，再亲吻，我要1万%他做我的女友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啊，睡觉睡觉，和他。不要下来嘛！我现在跟你啪啪啪。嗯哼。这是哈 ，Noi。
Let's go， 他讲 Let's fucking make love。哎呦，哇，你可是有两个。这个时候问他是不是单身，会不会很过分呢？人家昨天都跟你上床了啊。星期四，不要老板，你不要打给我，我要靠雷靠腰的人生幸福，就是看这一刻了。你打过来，你会毁了他人生的幸福啊。要求约会过后，要选一个美一点的地方，我们就在这里好像是上次跟潘小姐结婚的地方。靠腰的工作一个小时后才开始 ，Oh my god， 现在还没有那个做女朋友的选项呢。来，我们直接在这里请一个调酒师，直接来一起做。调酒师呢？调酒师来了。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呦，他哪里找吃的？吃货啊，果然是。更多选择，浪漫有没有那个要求成为女朋友？不要跟我等了，有音乐，有食物的情况下。容易刚刚成为靠腰的女朋友了。做电灯泡没关系，你不要再这么靠近，一起跳舞可以吗？你远离我们远离一点，我们一起前往那边。OK， 他们两个现在已经是恋人了，已经成功了。直接闪婚，直接闪婚了，我觉得，直接这里成为女朋友，这里求婚，嫁给我好吗？对了，直接在这里 on 了啊，两个几个你开心，靠摇这次有钱啊，不会讲哦，结不到婚了啦。计划哦，结婚了，来了来了，今天立刻来跟他 on 好不好？观众们，请客人叫客人来，这个是 brother， 我要整个地球的人都过来，我认识的地球人全部跟我过来。哪里结婚？我们去潘小姐的家结婚好吗？有博物馆啊，有公园啊，有酒吧，有 club， 还有我的豪宅，朋友的豪宅，那个跟我打架的一开始第一集那个豪宅，这些我不认识，还有潘小姐的豪宅，邓小姐的豪宅，要哪里举办婚礼，这个交给你们选，全部投票去潘小姐的家，那我们就去潘小姐的家举办婚礼。我们到了潘小姐的家，现在结婚呢就要做这种任务了，看到吗？主要结婚啊，感谢大客，这些要做完好，我觉得来了来了来了，楼下有人来了，客人全部到了。哇，他后门这样美的，这个就是我的蛋糕师傅。OK， nice， 自己当做自己的家。OK， 他干嘛？潘小姐还没有来我的婚礼耶，我觉得她还是介意了。和她结婚应该 OK 吧？是这样吧？她讨厌，她生气，送出飞吻。她生气了，为什么结婚当天她生气？哦呦，牵手牵手，不要反感，不要反感 ，OK？ 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，拜托，今天是大好日子啊，吵个懒啊，吵 ！Oh my god， 他很凶哎，吵架当天。Oh my god， 他想干嘛？为什么要举办婚礼当天？月经才来，丢脸是怎样结婚的？在这 sim， 怎么不可以单纯的结婚？我当天睡觉。我觉得应该是选错了地方了，他没有那种仪式啊，没有那种酒吧。哎，这一个是徐先生的老婆哎，上一集我杀他的老公哎，他今天来做我的蛋糕师，真的辛苦了。可以换地方举行嘛？真的不可以在这里。OK， 现在要怎样解决这件事情？状况出现了，我不懂应该做什么了。现在原来还要睡觉是吗？要小便是吗？婚礼失败没关系，婚礼可以再办，我们睡一觉才慢慢做打算。干你娘！在潘小姐的家结婚失败，我觉得是预料中的事情来了。不可以，邓嘉玲这样老了的一下子 ，What the heck？ OK， 我们再重新举办了。客人呢，不要乱请了，客人请一个，这样子就够了，不要太多，人多是非多，人多就越复杂这个世界，你懂吗？怎么弄个婚礼那么麻烦？其实是看人的，如果新郎新娘都不介意麻烦的东西，可以很快就很顺利的。那个女的干嘛摆灯？她在靠北靠步，我跟死神结婚啊！跟你讲，你看邓嘉玲，邓嘉玲现在变老人了。
邓小姐现在变老人了，现在我是成年人，对对对，靠腰一变成年人，邓小姐去变老人，代表什么？我们追邓小姐的那个时候，她是中年人来的，不怪的啦，她就好像她看到一个小弟弟这样子，你会对她产生感情没有？你只会觉得她可爱这样子而已嘛。很好很好很好，趁他现在快乐立刻来计划了，不要屌了不要倒了，请这个啊、这个啊 OK OK， 然后这个酒吧夜店酒廊酒廊啊，酒廊比较大，什么都有，是不是？主要的目标结婚，其他的都是副线任务，不用做的。我觉得主要的目标都是要结婚啊。他心情好，他心情好像很好，对对对，他要吃蛋糕哎，采用决心和他结婚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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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闭门。All right. OK. Damn. 好像可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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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正在交换什么誓词啊 ？OK. 来，戴上去。嗯。成功，现在是成功结婚了，是第一片是什么？可是这里没有蛋糕啊！你看我请个蛋糕师傅，很矛盾。来到酒吧又没有蛋糕了。下次哦，如果我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，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啊、哦，我一定要自己弄一间家，有厨房弄蛋糕，有酒吧喝酒了。我的老婆在小便，嘘，很吵哎、欸，喇叭又不好喝，这里又歪，那边又讲话。这里直接放一间厨房了。现在靠腰的有钱的程度是这样，他来到这个酒廊，没有蛋糕吃啊！哎呦，帮我去请一个蛋糕师傅，立刻盖一间厨房去煮。过后你这边立刻盖一个餐厅，我们煮好了拿过去吃，快点快点！哇，那个老板的气势，你懂吗？你看我帮他装修，你懂吗？我帮这个酒廊加两个东西，加厨房还有这个。你看我请的那个蛋糕师在这里，他是不是要亲眼看到那个有一个地方可以弄蛋糕，他才甘愿去开工？现在我要吃蛋糕，你快快帮我弄蛋糕啊！看到吗？看到厨房他就会走了，真的要有厨房给他，他才开始工作。我要盯着他工作，干你娘！我给钱他，他来这里喝我的百多块的酒，我的一杯饮料还贵过他一天的薪水，这样我也是对不起他啦。我杀了他的老公，我的老婆呢？老婆你又去了哪里？老婆你回家了吗？现在还在进行婚礼当中啊。啊，我的老婆啊，现在去了楼下的餐厅啊，刚刚结婚，恭喜你的性婚姻。你现在想要同居吗？肯定要啦，结婚就是要同居罢了嘛，不然你以为你过来跟我住，我过去陪他们住没有啦，开玩笑了，我呢就回来了啊。你就说我的一家之主啊，一个女生跟三个男生睡同一间房子，那你可以这样子的。当然要跟我这些真人君子睡在一起，你的人生才安全的。搬进来我的家，乖，进来，进来，我也进来你那边一下。不是，我自己的房子的图案有一个女的跟我一起的，这个女的本来住哪里的，懂吗？那个女的本来住这里的室友啊，是你个人啊，全部不是真人君子啊，靠腰才是真人君子。我们的女主人睡觉一起去睡啦。跟心爱的女人同床睡觉不做爱，那种才是真爱。当做自己的家，吃点啊，放屁在里面，放屁在里面挖鼻孔，全部慢出来了，可是可以的，接受得到。今天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了，跟柔意结婚。今天靠腰终于脱离单身，真正的结婚了。接下来有什么发展呢？我希望就可以看到有孩子啊，可以养一些宠物啊，或者到了 DLC 啊，吸血鬼这样的东西。大家留言跟我讲想看到什么东西，谢谢大家对 The Sims 这个系列的支持。喜欢的话给我一个 like， 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记得订阅，订阅之后按起那个铃铛，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， Let's go。